台湾也不也确诊怎么样？进台湾你看确诊点北方会满人，北方会满人啊，800多万人啊，我来这是人聊斋，我唔是讲有电都不掉钱的啦，我无掉人就我怕他无掉人，无掉人我就确诊人就手，哦，那怕他掉人，那所以咧手都在叫。确诊人家手，我怕有确诊人家手，那不客气啦。好听啊，啊你确诊给你身体的健康啊，你确诊给你身体的健康对不对哦？我怕他对不确诊，那不他妈用不了，他不叫不确诊，简直就蛮倒霉啊！我怕不，那不你他妈的，啊那不你他妈的，哦，啊你倒霉，你能想办法治回来？啊，我这个肚皮不知道在哪里，哎呀，我看不见嘞。我阿叔这种这种没意思，但是顾这顾这问题来讲，那来提前部署，提前部署，这提前准备，他们要提前准备，就是咱提前想消灭，你要怎么去消灭？啊，消灭不是我讲太早太掉太掉，可以太掉，你有台路人掉，你有台湾全部上。你就安那忏悔，业就是由于你忏悔，由于你忏悔才去忏。我唔对，做鬼事，我就是鬼啊！我小心哦，啊，我冇可以啊，啊，这就出来，啊，出来都出来都冇咩啊，忏悔。好，业对再来两个问题，这对考验，这对考验，这对心验。心业这个叫做意业，这个心业这两个能量很大，像这两个能量很大，因为这个心业，从主数的，主数的啦，从基数的啦，叫做罗列啦。但是这个是主人，但是这个主人，第二就是这个第三层天，安尼看有意思无？心意在想，在想。啊，这个物件，但我感觉，迄个厉害人，迄个吼，迄唔讲话，迄个是厉害人；无讲话，迄个是厉害人，你听无？迄厉害人拢无咧讲话，啊，心咧想哪里唔来啊？迄你呾开一波。啊，若心讲会出来话，那我一条灯啊，探下窗啊，世间的人拢讲话啦，拢讲到探下，迄个人是单纯，伊咧讲的话就是确定，但是无心机，但是无心机是啥咧？有心机是啥咧？这个叫做意，这个意叫做意念，意，这个意的内底当中叫做念，有一个念内底，这有一个念，这念就是在念佛，这念就是在念佛，意念，迄个意，迄个意，迄个念头，哦，我若想不满，愈想愈气，愈想愈气，愈想愈气，这能量会愈加愈大嘞，愈想愈气，想不满，开朗不满。哎呀，那个，我是做研究的，啊，这个以这个人念出来了后，哦，那是对这个人是做安慰，这个人是做安慰，啊，这个人吼，实在是有一点外辛苦吼，我都想你们这个混搭起来吼，啊，唔知是点子，这个一点一点念，一点念，念过了念，无无过了念，你会想办法，都是必须的，混搭起来，这两个安慰。一个是往地方咧，一个是往倒咧行，天堂咧行。这两个人拢是一个，这行一个伊哦，伊造出来念头，这内容有一个是往天堂咧行，有一个往天堂，有一个往地方咧行，同一个念哦，有一个往地方咧行，是安尼往地方咧行，作气咧，作气咧。什么太阳系，什么看半月，什么看安怎？那你过年节不变快乐？这过年，因后生，我那不容易，迄类的，啊，咱家庭也袂歹，都拄着咧食落，当叫恭喜看半月啦。老母、老爸、囝儿兄弟，我小四大个啦，各位迄个买来做啥？你来做啥啦？这个新闻你看到无？大家应该蛮多朋友在新闻，啊，这是对，这是对这个作气的，
拢无我钱，无我开，啊，拢钱无伊开，啊，我开无够，啊，见老母拢肥，拢肥，啊，是毋是这个念头会愈去愈去愈去，有无？去到尾啊，三界。但是恁今日，恁今日要做，就是要化，要化，化开，化开啥物件？化开一层干，这干。人一句话咱讲啥呐？心有千千结，心有千千的干。我想问，你来到这个世间是拍干卡济，还是偷干卡济？你来到这个世间是拍干卡济啦，还是偷干卡济？你该想看嘛？那拍干卡济，你拍到尾变成死干，叫做拍死干。啊，你啊死干，你该死啊！后死啊，你就有那是有那是有那是痛苦。唔过你来到这个世间，你若偷干，迄个干啊偷开，我见我袂来计较。我无甲你比较，我去过你天，过你上班去，我社会无见，哦，你做地位诶，做地位，你开始你这，开始你这艺人转啊，你这个，你甲你这上行在转啊，你听无？你开始一直在转啊，一直，你一直在运用啦，你在运用啦，你在包容啦，啊，你这物件转恶业的当中，一直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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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到尾吼。啊！你若真心念啦，你一开始原谅人，原谅人，原谅，原谅，原谅，到尾安怎？你是一个圣人，无简单。人的命运是对你家己这个物件造出来，你听无？但是这个意念到尾了后，第二个工作就走出来啦。这个是想给装出来，心态无人知，啊来咩？你看，快点！你看，快点！哎，每个人作息啊！但随便家己个，大家都卖用这个嘴对，阿无遐俗个，就骗不出，骗得出。有强调无？迄个人无小心，迄个是咱心功夫无够。概论，概论，也就是咱个定力，这两种功夫无够。我小心，风水无好势，却撞出来。这个我自己我自己控制不住，定论、定力、定力，这个定的能量，这个定的能量不够。阿那老师，我想这个比喻了哈，这张奇幻灾了，这张奇幻灾了。好，这张奇幻灾了，三张，三张，三奇幻。这张是直接叫他放来，伊袂倒。变成这张手来，直接叫他放来，伊阿连害了害了害就袂倒。这张，直接叫他放来，直接名啦吼，又是放来。我看你咁有意思，我比到你咁有意思。咱的能量是你，咱的能量是直接叫在倒，还是你直接就倒，还是直接变就倒啊？你做事就对了，你该想办法，这你该怎样我唔知。你哩十七级，你拄着了后，拄着劫了后，你哩十七级了，你这个嘴还是收掉的，无简单。你哩第六级，你哩第十级，啊，这收的好势，啊，这你也想要讲，那想讲，想讲，那想讲，啊，就骗不了。诶，按勉强还可以。你若第六金六金苗，听一句话就先撞出来，啊你啥？啊你，你的思维你换了些啊？你换过来，换过去，换过去，一日不能我都讲袂掉，我听到就想要讲这个嘴，爱想要讲，你听无？啊，这定力也无够，啊，概率也无够，啊，恁休息两个休啦，啊，当面就来忏悔，啊，当面就忏。唱不了，当面的人会不了，啊，会不来，会不来，会不来，啊，当面都会不了，啊，有厉害无？当面都会不了，所以咱今修行来这当中就是讲，咱有一个第一个心，这个只是咧控制咱两个物件，控制物件都是去靠心来，去靠心来，因为靠心派不能沾。
嘴派概念，这个嘴派就是已经向我来啊，向我来啊，我有听到，伊在骂我，有听到无？伊在批评我，伊在阿乐我，伊在赞叹我，是不是？我来有听到？啊，那你这个是放出来，都有能量，才有力量，有两种能量。一种叫做善业，一种叫做善业，一种叫做恶业。这句嘴讲出来，已经我听到了，我听到有两种业出来，一种叫做善业，一种叫做恶业，能量就造出来了。能量，我同意啊，你不管是啊，都得靠善他，啊，不善你明白？啊，像以前咧，爬一个山咧，啊，我人听，当尾遐想要落落去吼，当尾遐想要落落，我要招呼一个人爬一个山咧嘛，好，福建先较健康，后壁会当去做较侪物事咧吼，我听到会爽未？要爽是啥咧？我讲，他们家这人，我来讲爽这个，秀一讲你讲什么爽？啊，是来爽啦，伊在伊讲伊就爽啦，吼，然后伊叫爽啦，吼，啊，爽到歹话。爽啊！啊，但是别个个人讲比较土话，哦，外卖的，外卖，我这个事业，这两年，这两年我做啊，相对我对东威兄，我就一定做欢喜。我做，我看到东威兄，我就做欢喜。伊安怎？因为我听到话，伊就拢比我做好嘛，我就做较稳的嘛，心机里心内内底。但是你东威兄相对，就是啥个改变？我这人哦，那我这那三那那，我你讲我比如啦，我这估计你那里个那到个这后边我这我这打执行目标的吼，后边叫你个跑火力员我就唔好啦。哦，那我这人哦，那后边我就不承认，那起来了啦，一直过来了，你做我听到啦，我对伊好讲未？我绝对对伊好讲，一对面好讲，因伊相对。你好坏的了，安怎我都好你得到无奈的安怎？这叫做力量，这个力量。啊，这个力量你嘴要造这个出来，因为这个力量造出来后，就对这个来啊，对这个心，心来。不，这个心就做出来啊，身体就做出来，行动，这个叫做行动，这个叫做行动，行动的表现出来的。哎，我看以前你那标准的行动哦，那是不友善的。人们出来怎讲呢？从内行看门道，啊，外行呢就看热闹。那看你的表象，人就了就了解讲，你这个人对人无感觉无好感，你的行为动态，你这个部分人就已经在你画出来啊，人家就看出来。你我，你这个人什么哦？这行动啊，怪怪的，对不对？连那个咩，行动的怪怪，是啊，怪怪。因为你开始你这里发生问题啊，你这个已经发生问题，所以你做出无可能噻啊。所以开始就开始做成怎样？啊，这三种叫做妄业，叫做三恶业，三种恶业，三种业力，业力。业力叫结成三种恶业，这三种业力叫结成了后，第二个呢，不可思议，真正不可思议。咱的命呢，很黑，咱人生的支离破碎，咱人生的拄着做这代志，就是这三种业力量的结成啊。你今天你唔知要人去偷，你唔知要人去，咱唔知。那讲出来，那讲人在江湖，后边出来那讲心不由己。这三种人就叫结成的，你看心不由己，尤其身不由己。这几种活动，你自己做出来嘛？因为这三种人就没有改变，只要单单改变了，不由己啊！你无法做，我都嘛无想要安怎做，啊，唔安怎啦，安尼嘞？
想要安尼讲啦，唔是安尼。当阮的你这当面上无规定或者现讲阮，你拄着才知影。你唔知阮你这问题已经开始出问题啊！这问题你唔知啊，你开始出问题。你开始拄着这问题，大开咧不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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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有其什么人来怎样？不有其什么人来怎样？不由于你家己的作业，但是这三千内面啊，结结是安怎？这句话都怎解过？这三千内面啊，结结这个事业，这个结什么因果，结什么内容？你这个人无简单哦！你这个人出门，人是作恶路哦，人作把你钦定哦，人嘛作爱你哦。哦，这个人哦，唔捌咧讲是非。这人咧讲话吼，拢真正经，真正经。你分得不正得，大是非人，拢叫做正经。你开始咧叫人培养做善业，这个善业结起，这个能量来对当。这个善业结起，能量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你苗做得壮，你家你身体做得变改变，你家庭做得改变，这世人不改变，后世人不会从什么本身改变。那我改变你是老师，你是我老师，哈哈哈哈哈。啊，那老师他教的，对不对？叫老师他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今天去，跟你这个朋友玩，就是咱今天改变，就是真正为这什么叫？真正开始改变，重点在这个物件，咱的想思想的内底当中。思量当中，这个物件拢爱想正向的，爱做正向的，爱讲正向的，爱行正向的。那安尼当中，但是你真正，你是回头完，你才真正回头的。安尼你今，你今你那能量真正，用这个烦恼艺术，啊无你来讲，人是叫我来发表来就是，啊无来动，我无来去发，啊要来我先说话啦。感谢你。那是不爱的，那是爱来，阿文来，我一年当来这边的，改变我这鸟，我这，他为了什么来来？真正有智慧的，我问你是从哪个？看到谁想喜欢当梦想啊？用脸的这个脸来，用鼻的鼻来，哦，用完了，用棍的这棍来，伊安尼讲，看到谁喜欢吗？我可能做这节目就好像你讲话话啊。就代表这些太需要、太重要。咱对人家以这个非过愿，咱真正是啥很开心。有问题，下坡，咱有一个观音观，内底有一段话，会让咱到家己多回想一下。咱想到我讲讲啥，回顾一下啦吼。啊，今日的当中吼，咱有两讲师，一个讲师就是咱，吼，这个黄金林，那个黄金林，黄姐是吼。哦，蔡姐是第一个哈，啊，第一个红点，因为基本上缩一波啦，缩一波的时间啦，啊，一个工作拢是点钟尔，哦，啊，所以因为我嘛唔敢讲超过，我四十分够好尔，我也唔超过哦，呵呵，超过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工作都能控制你的点钟的，就是慢慢超过，哦，安尼来当中，咱咪得继续拖落啦，咱人出意外。你若较早天分吼，大欢喜个。你若加两分钟、三分钟，伊就一个呀，就咧未爽啊。是不是啊？不是哦，啊，已经超过三分钟、超过两分钟吼，啊，佫了袂去天分。啊，其实讲输讲两分钟，变讲三分钟是足辛苦的，哎，根本当天有点困难。所以讲计划无代表好事就对啦，拄好就好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事辛苦的，我拖过来。大众请起立。